感谢大家平安，平安喜欢来做三个主持人，一起是咱们同心在合作，咱是天父，咱来合作上帝，一定在咱的中间做奇妙的事。无论咱是什么所在，咱拢会同心在合作，咱天顶面，一起我要请咱三个兄弟一起合作，咱这个拍鼓啊来合作，咱天顶上帝。Yeah.
开始，咱就一连串的圣诞庆祝活动，无论是伫县政府头前的点灯，也是今仔日下暗要伫倒，要伫火车头来点灯会。再来，咱要有圣诞彩节，再来，咱教会内底有圣诞节活动，再来，咱有庆祝活动。咱做这份代志是为着啥物？就是为着要将上帝福音来传出。因为咱知影，伫这个地面上，要有真济艰苦的人。咱每天对着咱的新闻、地球有当看到，有送餐的家庭，囡仔还未满十六岁，就爱去工作赚钱，到尾家事复杂，无论家己还是伊的同客，拢来受伤。每一天也有真侪侪侪新闻，有细汉囡仔受到虐待，也有侪侪人想袂开，心情不足来自杀。也搁咱侪侪政治人物，每一天为着国家的代志，而且操操劳劳。所以咱真正爱为着咱所徛伫这个台湾，咱三个来祈祷，因为上帝听咱，将伊的儿子已经赏赐予咱，咱已经得到这个福音，咱就爱努力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予人心内受伤的、物质受伤的、身体艰苦的，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甲医治。管受伤、感伤，拢来离开咱。只是咱邀请咱三个人唱着诗歌，用祈祷的心，为着咱所徛伫这个台湾的土地，来三个人祈祷。We